This is fun to be. 这样唱的啦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没有啦，前几天大和尚啊欢呼的声音蛮有 feel 的，给我了一点小灵感。我们做歌台直播秀做了那么一个月了，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你的这个问题哦问得非常好，从下一集开始我们会有个新单元了。卖鱼的，卖你的头啊！这个新单元是特别给我们来开唱的。哇，终于了、啊！是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在直播秀开始之前，请在我们的 Facebook 或 YouTube 留言写下你们想要听我们唱的歌，而且是现场点唱的哦，没有任何彩排的。嘿呀嘿呀，我们家卖鱼哥什么歌都很有把握啦。是的，来大哥做个示范啊。好。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首会吧？对。哎呀，会唱没有关系啦，由他们来唱。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是安宁、李进才，以及我们的以下的嘉宾。来临的星期四，4月30号，歌台直播秀延迟到8:30开播，记得哦。歌台直播秀，记得点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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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